恭喜殿下，大获全胜。那株千年人参，给大理寺的朱少卿送过去了吗？已经差人送去了。朱大人说明日早朝时就会向陛下递交案情陈述，证实为金怪杀人，解封上清司。这九名走了以后，司位一直空缺着。韩烨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 谢殿下，属下在所不辞，愿效犬马之劳。那株板蓝根精怪现在何处啊？他上辈关在地牢里。说来也怪，其他精怪都是浴火环形，就连那千年人参也挡不住殿下的夺魂剑，可唯独这株板蓝根，竟然不怕火。 草药者有重赏，小兰，你不能被他们抓走。烧，直到把它烧出原形为止。 九名大人，您的伤口刚刚上药，不便行动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小兰呢？你们把小兰怎么样了？飞燕呢？我要见飞燕。叶亲王此时正在上清司处理事务，特地嘱咐奴婢好生照看您，并让奴婢代为转达一句话：弃暗投明，既往不咎。把飞燕叫过来。 你把飞燕叫过来！我曾经那般劝你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。或许命中的劫，注定无法逃脱。为什么？若是我的劫。 在仙路，可这仙路并没有救回兰真的性命，却让北冥山草药成名，修成了禁官。天尊为此大怒。
兰真并非凡人。照这么烧，得烧到什么时候？